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uzzle Man， 欢迎来到 Asalato Lesson 1。很多人刚拿到 Asalato 都会这样子，这是不对的。重点是要 keep shake， 把 shake 的动作固定起来，然后放开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 shake 的动作，而不是球撞击。先让 shake 稳定下来，它就会有一个很独特的声音，有 shake 还有撞击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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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好，下次见，拜。